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跳来趣的跳舞脱口秀。春季是一个探索的季节，对于好奇孩子们来说，也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，一起去看看吧。据说小团子们对什么都很好奇，跟小树君也可以玩一下午。小团子对随手捡到的木屑也都是很好奇，这样子也太乖了吧。看来小团子对小木匠很是好奇呀，看看这打量的样子。升起登高，两只蹒跚学步的好奇宝宝突然挤到一起，真的会很养眼。看来团子们都很喜欢小木架，居然为了木架倒打出手。